所有的不法信徒，所有贵宾，还有法师们，欢迎各位回到国光山的山寺来听经读佛。要我来跟大家讲佛学讲座，不如说呢，我们一起研究。你们吉祥。吉祥。今天是什么讲座？幸福与安乐。没有错，我们听讲座就是让我们的人生啊充满幸福与安乐。特别现代人工作忙碌，家庭失业，都需要我们投入生命的去照顾。那我们的心灵如何能够提升？有佛法的慈悲与智慧，这样我们就能够有很多的方便来面对自己的生命。如何遇到困境，能够不会有什么困境？当我们面临社会的状况，人情冷暖，给我们也不用佛法的一种智慧，让自己能更加自在。今晚的幸福安乐讲座呢，我是要跟大家讲人间佛教观心法门。人间佛教是加师心理大师，他把佛陀来实际的把它推广到社会大众，特别佛光山从1967年开山至今，已经将近50年，而把佛教现代化，大家有目共睹。佛光山全球五大宗道场已经将近300间的道场，而千众也培养的有1300人，当然我们多位护法信徒也有数百万。其实坦白说，佛法就是观心法，人间佛教也可以说就是生活禅。因为佛陀在印度灵山会上，拈花加瑟为香，心法就传承下来。经过2000多年，到目前还在发光，我们还在受用佛法。真理并没有永续，佛虽然入灭，但是真理仍然长存在世间。那么如何发现真理？各位要把心怎么样说的了解，把心静下来，然后去观察你的心，自然就能够明白你的心究竟是什么状态，是妄心还是真心。妄跟真其实就在我们当下这一念清净心，你去感受它，你去体会它，就同两个人同时喝一杯饮料，两个人一定有不同的感受。那这个不同的感受是来自于他的心。如果他心很欢喜喝这杯饮料，肯定会喝出了这杯饮料的原汁原味。当然，这杯饮料也要能够很新鲜。那如果呢，这个人心情啊不欢喜，所感受到饮料的一种感受，肯定是跟另外一个欢喜是比较不同的。各位，我们每天呢踏出自己的付出要去工作，我们用什么心情来面对我们每天？
的生命。生命一天一天过去，我们如何能够在有限的生命能够创造无限的未来？无限的未来是来自于我们懂得把握生命，懂得把握佛法真理的一种美好。那么讲到人间佛教观心法门，所谓人间佛教，我们师父大师说是佛说的。你们看一下这个有吗？应该没有。没有这个话，今天讲一下，看看条例。那么这部分都经常在听分享，佛说的。佛教就是佛陀所教的真理的教，是佛说的。人间佛教是要佛陀说的，也是人要，那是人要。人要什么？要幸福安乐，要过幸福美满的一种生活。那么幸福美满要从我们的心灵开始，要认识自己的生命，认识本心。所以《坛经》说：“不思本心，学法无益。”你要了解你的心目前是处在什么状态，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底生什么病。你要找出让你的心生病那个根源是什么。所以佛法有很多的法，佛说八万四千法，我们如何能够找到解决烦恼内心问题的法，这个就显得很重要。佛说的人要的，他还要什么进化的？如果他不能进化，他就不是我们所信仰的真理，也不是我们要的佛法。因为他不能进化，那肯定我们就没法进步。相对的，我们就会污染。像我们现在每天的生活，空气的污染、饮食添加物对人体的伤害，还有我们思想不正确，所以导致我们身体真的生病。所以大家常回到道场来共修。如果法师的人少，没办法招各位佛祖在道场等你们，佛祖不会离开。法师他会到外面去洽公、去办事、去弘法，但佛祖在道场，只要你们愿意回到道场来，你看这个大殿这么的清净庄严，我每次呢回到折扇寺。我感觉这里好，那么外面呢也有了观音，我们见到了观音菩萨就想到慈悲，是菩萨给我慈悲吗？帮助我吗？度过苦难吗？救苦救难吗？千处祈求千处应，无碍常住不忍中，我求菩萨给我吗？不是，我们信仰层次应该要更提升，从过去求信拜，我们大师说要行，行佛，行菩萨的慈悲。所以坛经呢，有学人呐、请慧能大师能够示现极乐世界给他看。慧能大师说：“你们要见极乐世界吗？西方极乐世界有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跟大势至菩萨。”慧能大师直接从思想来开导，他说：“你要见观音吗？慈悲就是观音。你要见大势至菩萨吗？你的心能够洗舍。你看我们每天在唱慈悲洗舍遍法经，洗舍就是大势至菩萨。因为菩萨因什么而存在？因什么而得名？观音菩萨就是因慈悲而让他名声他的圣号远播在众生的心里，深深的植入在众生的心里。为什么佛教流传了两千多年，特别是到了中国，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每一个人家都把最好的地方供奉观世音，供奉着阿弥陀佛。
因为希望佛菩萨多帮他更有智慧，更懂得如何智慧慈悲来善待自己，善待他。好，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还有最后一个是善的。我们说人生要真善，这两年呢，我们大师啊，他看到了台湾媒体如何能够更提升，在道德人格方面所组成的真善美新闻的贡献奖，只要能够合我们条件，就发了奖金再送给他，自己奖杯。那么讲的艰苦起来，因为光是佛说的话，佛说很多法，三教十二部、经律论，还有十二种说法的方式。观息，观就是观照，我们每天都观照我们的心，所以观自在菩萨，有没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你要行深般若，要修行深深的。般若是一种佛教，它独有的一种智慧，不同于其他宗教，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智慧，不要讲智慧，其实这个智慧在佛教的般若智慧，是种空性的智慧。所以《般若心经》又把这些大般若经的心量，有人说呢，只要，也不是说有人说，只要你能够好好的把《心经》呢读通的了解它的一个意识啊。也说你是保管佛法的一种心的核心。那么心有真心跟妄心，那我们如果知道自己的心是妄还是真呢？各位，如果当下你有贪嗔痴慢疑，这个就是圣者的心。所以要怎么样我们的心不落入贪嗔痴慢疑，不执着我，不执着我，甚至于天台有三观，什么观？假观，还有什么观？空观、中观。我们每天所生活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你说它是真的？你说它是真的？它真的。这样子，我摸得到，你闻得到，你看得到，你是，当然是真，那是因缘合。你认识佛教的般若智慧空，但你不破坏眼前这个东西，你知道它因缘合的吗？你要了解它缘起，它的体系是没有自信的空，自然你就不会变成真实。这个才是真的认识空。这样你才能够了解，是假，它也是空。你能够不落于假跟空，这个就是中道。佛陀在菩提呀、树下金刚座上所悟到的中道实相，所以中道实相观其实也可以说就是你能够认识你的本来面目。的一种智慧，它已经不是用言语所能够去表达。像我现在能够说的，这个就是方便说啊，我们把握时间，有两个钟头。我们只要专心，时间已经不是问题。我们常在看佛陀，在佛经里面看佛陀，跟很多人在讲佛，一讲就多长多长时间。我说他们都不需要去上镜头，这已经没有这个问题，可能自然的就没有这个需要进入文法三昧。那么讲到观，天台中就有止观，止就是我们如果能够让我们的妄念能够停止下来，
所以此间只是观念。那么观呢，可以说观诸法毕竟空，这个毕竟空也是般若经十八空的其中的空。空不是什么没有，你看我们折扇子这大乘宝殿，因为有空间，所以各位才有进来。因为空才有有啊，所以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这个要忘记体会了，体会。其实佛法真的不是用听的，要吸取空去体悟。有的时候呢，你感受到佛法的一种清净，但是却很难用言语去表达。你要去找，当然如果你是研究文学，你就要去找比较能够适合描述你内心目前正感受到的那种体会。所以我们这是很粗糙的啊。当然佛法你请用文字来表达，所以我们要了解文字背后在告诉我们什么。例如我们刚才开始到目前《人间佛教观经法》，我大概都已经把这个主题讲过。后面我们来了解啊，后面我会做几点。第一点啊，既然讲到了观心，那我们来看看在佛教的经典，诸经对心有什么看法？我举做十啊，《四部经》里面其中的几句经文，《楞伽经》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各位，我们的烦恼，它生起来，就是你心生执着。那你为什么会执着？是因为你没有看到真相。有时候我们就以生活中，有时候对一件事情，我们很执着，甚至比较有。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看到这件事情的始末意义，所以我迷失在这个现象，迷失在哪一边？一句话，你学过很久，他呢讲话可能比较，因为才刚出去，或是没有学过。你是一个学过很久的人，如果你能够用慈悲心来包容他，你那个感受就不一样，就比较能够升起一种怜悯心。甚至于，如果能够看到，他对你的这个境界，一句话来骂你，那么你又能够包容起来，那你是不是智慧又提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受戒，很多人呢会怕受戒，我皈依就好，皈依佛法这三宝就好，我依靠就好，像每天阿弥陀佛，祈望未来今生前生结束，还生到极乐世界去。你不要叫我受戒，其实受戒真的让我们自己有一个轨道，好像五条这个火车的铁轨，它能够顺利到我们到达目标，所以持五戒能够保住人生。所以这个让我们做人都是过去五戒说的不错啊，五戒让真的是自由，它的一种。精神不侵犯，我不侵犯你就得到自由，所以也是让自己自由啊，让自己的心不再为贪嗔痴慢疑所腐蚀、所影响、所蒙蔽啊。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一切万法的升起和消失，都是因为心生心灭。各位眼睛闭起来，请问你现在？你闭起来就看不到我，对不对？但是因为你看不到我，你代表我不存在，我存在的。你听到我的声音，如果你是一个眼睛可能伸下来看不到，或手机又看不到，那么有人把你带过来，你只有听到我透过麦克风的声音，哇，这是，对，听说这是精神上的声音。但是看不到他的人，你就会想象。可能有人跟你描述啊，和尚是长什么样子，你都很难去体会。但是各位，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眼睛看得到我，这个就是我吗？就同你拿起你小时候的照片，五岁的照片，十岁、十五岁、二十岁，每一段年龄都在改变，对不对？可能昨天或前
前一个礼拜太忙了，啊，那做我的展出的几天，以前没有啊，现在会太操劳了，所以甚至于能够拿哪一天身体碰一下，啊，那边怎么样一下，这个就是发出情绪，告诉你们太多，各位可以参考的经位是有一个热火在，就在提倡一些养生的话，可以参考。所以各位，我们心生，你执着了，你身体执着，哎，这个是我的亲，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是从你的脑海里面记忆掉出来，因为你熟悉的，你身体，他对你好，你也对他好，但佛的法会有更超然。除了我对你好，你对我好，你还能够更超然，他对你不好，你也都对他好，那你是不是修行境界更高？所以你看，我看过去佛陀在印度佛寺的时候，也不是很平静的，外道很多，96种外道，到现在还有，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有去过印度啊，都有人来去走走，印度民很可怕，你去了，印度去了之后呢，还会想再去，很美的一个地方，只是呢，去那边要注意一些事情就好了，但是团体去不错的。好，第二部经讲到佛瑜伽经讲自心一处无时不在，各位就以从刚才你们进来到目前，如果你很专心，你们注意时间，看自心一处，你都不会受时间的影响。那么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对于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对孩子的照顾，我们自心一处就是。你为孩子吃牛奶，你就把我清楚的怎么泡，水不会太烫啊，你太烫，据说牛奶冷不能太烫，几度你要清楚，你要怎么样的这个过程你要很清楚，这样你才能够把世界的事情办好。世界的事是这样子，更何况是佛，佛佛更加有一心。所以，只要我把心安住在住，必能所做皆大无功德。所以我上个礼拜星期天，我现在每个礼拜周日人间福报第八版福慧共修版，各位注意，我们等了一年多了，每个礼拜我的短短的文都会跟大家见面。上个礼拜应该是看考验修行如爬山，越是爬的。快接近顶峰，越是辛苦，因为你开始爬，哇，你开始在用你的体力，爬到最后，体力越来越轻，快到，但是我还喘，很喘，对着我跑50公尺，啊，100公尺一样爬，但是我们不要放弃，目标很重要。甚至我在运动也是一样，太久没运动了吗？一下子一身要运动，哎，好累了。虽然最近呢有走一下，但还是好累，因为慢慢的，好照顾自己，这个也是慈悲。你对自己不慈悲，你如何对别人慈悲？哎，我们不是，佛法不是一直在对外，但是你自己，你本身啊，自我的生命都没办法健康也好，还有对佛法的正见也好，对修行的持修持正也好。你都没有办法能够达到我们的成就，你又如何能够散发一种健康的人呢？说法也是的，就说你对自信没有多少体悟，你又不能引导听法的人回来自信的话，我就留在心里要习惯。等一下呢，我到最后我会放一首给大家听。那么，各位可以参考参考。《维摩经》说，我们看到另外，《维摩经》说，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境，则我土其。意思就是说，想要往生净土呢，先要清净自己的心。心如果不清净，净就有了。心清净，
进去的情节。那各位听到这个，就会想到能极乐世界吗？极乐世界是一个说法。那么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我们每天如果心清净，你看到一切都是因缘的法，我们这个生命就是五蕴。心经说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白话，我们的色，颜色的色，就是有四种元素：地、水、火、风。地就是叫坚固的，水就是让我们的身体比较潮湿的。我们这个身体需要有这四种元素组成：火要有温度，风要里面要有空间，要有气流，让我们让精神代谢。那么我们精神方面，你想你在感受，受你在感受，想你在想，你在联想。你听到我一句什么话，你在联想。哎，你过去有接触过佛法，过敏居住有接触过佛法，听的一种理解，跟没有接触佛法听的理解会有点不同。但不要紧，只要我们努力，说不定你过去生就有接触，还有这里的悟性。啊，所以我们呢，要好好的去啊，把握住我们当下的生命。那么这些都是需要对佛法的一种领会、体悟，这需要善根的一个品。那品尝的经过多经过，自己能够现在教书一个，各位能够生活精彩。像五花山，以文化教育起家，编的很多的套书，像我们大师的书。非常的各位多参与多看，我常鼓励大家要多看禅门的功啊，像我们大师最近重新再把过去的禅话重新再编辑相同的话书，一套非常编得非常好的一套书，因为你多看，你那个智慧就会从你的内心叫出来。各位，那个智慧本来就在你的心，它不在心啊。对不对？如果你内心没有，你在心外怎么找都找不到。如果你内心没有，你在讲都听不懂。就我们现在讲的，这听不懂的理由啊，在讲各位听得懂的理由啊。那讲到想要往生净土，就要清净自己的心。我就讲过去呢，佛陀十大弟子中的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他曾经就是有一天就怀疑了，他内心怀疑的问佛陀，他说佛陀，我看到诸佛的净土都是清净如来，他们舍利弗啊，智慧第一啊，那有什么好玩？那么为什么您的娑婆世界到处充满了生老病死，又像？恶鬼求生啊，三恶道中，那这个人间啊，到处都可以见到这些啊。阿弥陀经说，五浊恶世啊，人人生活在苦恼之中，每个佛陀都跟舍利弗讲：“哎呀，舍利弗，这是你看的世界啊，我看的世界就不是这样的吗？”说完呢，佛陀呢，他就以能量足啊，触动大地，大地就变成了。金色，他们对舍利弗说：“舍利弗，这就是我的净土。”所以他心清净，他见到法的实相。所以为什么华严经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三无差别，它是从每个众生，他都要有清净的佛心。佛看到众生，他有清净的本心，那么他。现象的差别，那个业力果报差别才能造作。那各位烦恼无明，无明就是不明白。我要讲，各位有些佛法名词名相，各位多少回去去这个设计下的法师应该常常在接触这个逻辑。那么我建议大家，如果是初学，可以看一本书叫《法相》，也是佛光山的长老持宗法师他说。这个过去所出版的，那么
都解释佛教的名词啊。意思是说，你了解这种名相名词呢，哎，你在听佛法就比较容易了解，因为讲佛法，很难避免会不一样，不讲名相，念多少会知道啊。那我们就是不明白，就是迷惑。你看，各位，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为什么不在台湾？为什么不在其他国家？那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因缘来到这个世界？你有什么？你会去想？那这个会想要去探求，就是你内在念头总是很有智慧、万物之理，想让自己更提升，所以你就会想，是不是某个因缘触动你？你是研究哲学，你是研究哪一方面的佛教？那更是想要探索生命。所以刚才说，你看佛陀说，我的心啊，清净啊，看到世间的清净，不是像舍利佛啊。我在想啊，舍利佛应该知道，对不对？他在世间，他跟佛在演一场戏啊，演给我们看啊，你可以这么说啊。好，那么最后一部经《华严经》说，心如工画师，画种种土印、五蕴或五蕴，都是名词。每一个时期，它的一个这个翻译的不同啊，出现一个时间不一样。一切世界中无法而无障。刚刚讲到说，你在感受，你在联想、受想、行，你在决定。我决定吗？在我决定吗？你在了别，因为你有分别，分别是意识、第六意识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事很执着？在佛教里面有八识，那讲到六识是很起识，莫那识跟执着识啊。所以我们在念佛啊、参禅，就是要能够调伏第七意识的执着。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第八识，欧赖耶识，就是你的财库，善的恶的都存在里面。只要他们没有这种业，只要没有脸，善的造作善的，他就会引发善的；造作恶的，他就会让你受。他一定要脸，就是花开了。总是长出来的一个花，你看我们看到这个花，只要阳光、水、空气、阳光、营养均衡，拼命的生长，那生命力多么的活跃，对不对？开得多美啊！直线呢就是太阳，这鱼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的生命真是很奇妙。如果能够发挥灵性，你看，都这么活性的可以成佛，成佛可以度。虽然我刚才讲说烦恼，它也是一种现象假象，它不是真实的。我就比喻，如果你有飞蚊症，你本来没有飞蚊症，对不对？那么你飞蚊症是因为你眼睛病变，可能是老化了，或是手术，或是什么因缘，近视太深。好，这个也是飞蚊症，现在有特效药。但它，你看过蚊子，你也没有两三毫升喷。它是无形的东西，它是从你的眼睛里面幻想出来的。那我们众生在轮回，就如同演绎，就如同飞蚊症在飞。那么你成佛之后，就免飞蚊症的一样，健康就像这样子。那么在佛经说，那各位会说，那众生为什么会烦恼，会轮回生死？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呼吸不一，从哪里开始？其实佛教不讲第一，在佛经里面都无始无明啊，在因缘合之下，它就产生了，就同我们需要父母的结合才能够生效的因缘合，那如果说呢，佛性本来清净的，就同个大海，那我们现在在轮回生死，就同那个水波。像风吹了过来，然后水波就泛起来，但是水波终究没有离开这个池，大海池。
都懂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只看到是水波，但是我们也要感受到我们是没有离开我们的清净的佛性，我们的自信的清净。所以慧能大师他悟到后了，他道出了几句话：何其自信，本来清净的，原来我们自信本来就是清净的。各位，你们现在在闻，就是你们清净心在听。如果你当下没有他真实烦恼，这个就是你的真实的心，你不要怀疑。看腰带吗？来一百多。我们就是怀疑对自己没有信心，要有信心。如果你不能对自己有信心，别人怎么可能会对你有信心？是吧？哪怕是别人对你有信心，你自己不能失去信心。所以我们大师曾经做过一首歌，叫《细心人之歌》，我哼个几句，你听一下。世界已财富，要用心洗一手去取，辽阔的江海，要用心洗一船来渡，封锁的国事，要用心洗一这首歌应该收录在《明世佛文》多年前出的一张叫《欢喜自在心》里面。各位，当你起的时候，听一听，唱一唱，就很有信心，不仅是自己和家人啊。好，华严经说：“心如破化师，化诸中无异，一切世界中无法无障。”心里呢，三这个宇宙啊。为师啊，为师中说啊，三界为心，万法为师。这三界，我们现在在欲界叫色界有色财，无色界有色空地。那么我们修行说要超出三界，因为三界里面带来很多烦恼，都迷惑，烦恼很多哈。但是烦恼如果只要你起烦恼，也不是烦恼。如果你能够转烦恼为菩提，那烦恼还是烦恼的菩提。你能够转烦恼为菩提。烦恼就是成为菩提的养分。各位，你们不要只觉得这个是理论，这就是当下你的心能够看出来的过程。你坏习惯，就到今天，就明天就完全改了。所以改往修来，我们在唱什么？往昔，我唱的痛哭流涕，趴在地上都不起来。是发生什么事情？不要这么难过。明天阳光还会露出很大，生命的阳光，打起一点。各位，起步听听就不错了啊！等一下放给你听，留意听。低刷2000张已经没有了，现在要预约到四月。那么虽然定价是200，那预约可以200嘛？我想。只要我们能够懂得善用，那一切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更加提升，让我们更清楚看见自己的生命，每天如何去生活，那么也看清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如何去跟周围我们的生命去互动。其实，生命这个互动的过程是非常美的，那种感觉。去改善的关系，佛法就在那里关系，去发现你的贪嗔痴还有多少。你的贪嗔痴如果减少了，肯定你的戒定慧会提升。所以我经常说，贪嗔痴如果把比喻做三个朋友，戒定慧的比喻做三个朋友，都不要一直去找那贪嗔痴的朋友。我们知道从小到大，我们就一直生活离开他，但是。贪嗔痴三个朋友一直给我们很多的烦恼痛苦，你为什么老去找他呢？问题是他是无形无相的，太麻烦了。不是说你离开就离开，各位不要忘记，我们还有戒定慧的朋友。各位，好好的。
心中没有自责，这就是自欺；心中没有善良，这就是自欺；心中没有愚痴，这就是自欺过。这是《论语》里面论大师跟我们讲的啊。这个自欺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清净心啊。那自欺就是佛教的名词啊，佛气。好，立即精神啊。我的声音这么有磁性，不要说话。我们的心呢，好像是一个画家，可以画山水、画花鸟、画人物、天堂地狱，可以说都是由我们的心所造。所以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苦，因观法界心一切为心造。要讲什么？如果我们要知道三世一切苦是什么样子，我的心是什么什么样子，应该要观察这个法界，这个宇宙一切的法界啊，诸法，你看到一切，一切是由我们心所造的，诸佛他所证也是这个。所以你只要能够了解，就跟诸佛同一离苦出境，他那窗户跟诸佛窗户相关，知道吗？各位，有人说呢，亚青波提佛在印度，他年这个80岁，他所呼吸过的空气会飘到中国来。我们现在还在呼吸我们呼吸过绝育的空气啊。所以我们生命是不能分开的。我们要问各位，你现在吸的跟我吸的，我土的，我土跟你一起吐我，是吧？你看我们都是同生命共同体啊，所以要。你各位，你的心如果能够确立清净，你贪欲的心念、嗔恚的心念、愚痴的心念减少了，哎，这个空间、这个磁场里面，所以我们佛光山、佛光山有禅净法禅堂，我们喜欢呢到里面去讲开始，那到底那个感觉不一样。那你说是什么感觉？你就说，哎，实在是语言你说的很难懂。你用佛法怎么说？实在很难说，禅怎么说？禅，连体套论，心行处灭，大道没有幻，小道没有灭，那究竟是什么？我们要自己禅，就是我们的生命，别人体会的、了解的是他体会的啊。就如我现在讲的是我把佛法这样子心得有心得跟大家分享，对不对？那么等一下，这个9:30结束了，我讲一半就走了，但是各位有没有得到什么？就看你们的善根福德因缘了。所以所以说你这条路要解脱，真的有问题靠自己啊。那如果不要灰心，不要灰心啊，只要你精进，就有一天会到达啊。不要再管时间多长啊。好，再来我们看到的第二部分，前面是讲到佛经对心的看法，所以我们的心会变来变去。好，那么那一个心，其实我告诉你，我们那个真心是不会变的。那么不会变是什么？它又是一个什么？它不可得，不可得。各位，你晚上睡觉，有时候枕头会掉到床下，那你眼睛按破了，眼睛张开，那你就用手去拿。各位，是那个是谁在哪？那就是你决心，你能感受。所以眼睛闭着，你还是可以做出动作的啊。好，第二个温度要放轻轻啊，所以要用四字的部分让你了解啊，这个圣人跟凡人，他的心有什么不同？他的素有什么不同？啊，智慧智愚。凡圣人不同，第一个部分，圣人是求心不求佛，因为佛性在每个人的心，人人有自信佛，每个众生都有佛性啊。所以有一首诗叫"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我心头"，
人人有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这个灵山就在讲我们的佛性啊，比如说一个塔，那灵山塔，哎，我们的每个人都有灵山塔，那么要向灵山塔来修啊，就把佛性开发出来。这个鲁迅佛就是在讲我是佛啊，灵山是在鲁迅佛，佛就在我们的心，所以心就是佛。即心即佛，各位有听过即心即佛吗？就是我的心就是佛啦，万心本尊啦，安全好不好？在六祖坛经说啊，潜力无声叫做心，破力无念叫做佛。各位，前后加起来叫做不生不灭。这个不生不灭的心。是你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心呢，不要落入在生灭，因为你落入在生灭，就没有患得患失，就是刚才讲的心生种种法生。那为什么我们会有生命，会有妄想？注意，诸位，不是因为我们看到实相，因为就我们 X 光照到光，它只是一个假象，它看不到颜色。那我们透视，就我们去照光，怎么就能看到里面的好，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看到皮肤啊，被这个假象给蒙蔽，所以我们就看到表层，没有看到内层。所以你真正的抽丝剥茧，作为一个高丽菜，你之所以高丽菜是一片一片的叶子包起来。好，小时候都有看到妈妈在做菜，小时候在你们看到吗？一包片一片剥开，剥开，剥开，剥到最后几根高丽菜，空空的，在水上剥，妈妈哇，还没有爆之前各种颜色，在洗衣服就用那个洗衣粉，蓝洗粉或什么洗衣粉，哇，泡了很多，然后随时间剥，颜色好漂亮啊！这句在吹的那什么东西啊，爆爆爆爆掉了。但是我们现在就生活在。多彩缤纷的世界很美丽，栩栩如生啊！但是它毕竟是一种这个无常的，所以我们如果你懂你，我们了解无常，一般人都把想到不好。当然，讲到生命无常，就可能随时会往生，因为我们生命还有脆弱。你吃到一个什么食物，或者是遇到什么意外，就马上就走，就懂这个是马航这个七三零。对，所以各位，明天还没有，然后我们今天准备好了。昨天已经过去了，我们今天有没有记起昨天的教训？所以各位要好好的活着，好好的呼吸，轻松一下啦，就是要记得呼吸啊。有人知道一般都呼吸会终止的啊。当然，这个身体换掉你的运动，而你长大了，那就要多一点时间了。不要那么多放不下，因为这是好黄的那个，所以总是呢，当然你做菩萨的心，你要有大智慧，你才不会为你们所，就是你呢放不下的一个事情所烦恼。你念念都在为众生，但是你那个为众生是一种能够很从容自在，而不是一种让自己弄到身心都很疲惫的。好，我们看，佛在灵山莫远求啊，也就是说呢，圣人只求自尽其心，不是向佛求。刚才说前面不生不生起执着的心，后面不灭不断灭。哦，你各位不要听到空啊，生灭是因为起心空啊，什么都没有，空啊空空，天空地空，什么都空，可以拿下去。那谁在碰？你说碰碰碰碰碰，我锤就一声啊，玩具的锤子，谢谢小子，那谁才是也在碰进去吗？那谁在碰？谁在碰？四大本空五蕴分有，那谁在碰？还是有碰？因为谁在碰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了解我们的
了解佛法对我们身份的剖析，那我们就比较能够释怀，能够放弃。各位，你看有时候会说马上痛啊，你就放弃来嘛，对不对？那盘腿，要不要听到说别人盘腿一盘腿一两个钟头，那是累积多久？这种是盘腿会知，但是你们现在靠在前面盘啊，不能睡着啦，对不对啊？那你睡的是谁啊？没事啊。好，再是什么？凡人求什么？求佛不求心。凡夫天天求佛拜神，向神明求平安、求财富、求顺利，却不知道反求自己的心，不知道自己的心才是无尽的网站。内心，所以人道无求品质高，过得很轻、很大度、很知足常乐。所以有时候各位再去把我们那种儿时的那种知足常乐，像过去在澎湖，哎呀，我们知足，真的很想再去过那种生活。特别是在这城市过久了之后，哎，就想回归返璞归真。但是你要放下。好，再来是什么？智人调心不调身，有智慧的人懂得调自己的心，远比呢追求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更重要。为什么？因为其实我觉得啊，生命不在活得很长，而在有没有活出意义。所以命不在长，而在善用；言不在多，而在达意；有不在多，而在知心；法不在多，而在受用。所以《行路里》里面其实有这么几句话，也唱上去。好，那么再来是什么？愚人调身不调心。愚痴的人往往只注重身体保健，却不懂得调心观心。其实我们人类70-80%有病，因为心病。身把你医好了，你有什么挂碍放不下，就有很多的。当然，我们心如果能够调好，那么再来调身就比较好。那么是心是根本，好吗？好，第三。如何修心助心？哎，后面这个我举出了我们大师对于如何安住身心有8点很重要。那么我们先看修心。那么修心其实过去我们大师其实他主要是在禅修方面提出了这4点，就是第一点，自我关照，反求诸己，反求自己，就是你每天在生活，你从一大早起来，你关照自己。你会觉得好像有点累，你就观察昨天做的太久很糟糕，或者是昨天发脾气，或者是你有做禅的，你发过脾气之后，你心要平静下来，需要调很久的时间。所以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不应该常常生气重要生气真的最伤的就是。整个身体很舒服，气就不流畅。那么在第二，自我更新不断进化。像各位回到这3次来回，你看，不管我们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听懂，那么至少听懂你的故事也不错。等一下放一首歌，那也不错呢。听一下你会念的不错啊。因为佛法不太多，而在于你懂的。听到受用的去实践很重要啊，要不断的自我进化，你也就是今天比昨天好了，哪天为自己鼓掌一下。我们常常会给人鼓掌，我们自己应该要为自己加油，对不对？所以鼓掌是为自己学到，会身体会健康的啊。第三个，自我实践。无相幻求，其实跟你眼睛有点像的话，就是自己有它的共通性。你用实践，佛法很重视实践，所以菩萨要行
六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各位，你们如果有笔记可以抄下来，或者是去搜寻，你要上网搜寻自我关照、反求诸己，哇，全部都跑出来。但是跑出来是第一名，不是你的，最好是在脑袋里面。当你遇到滑到关的时候，第一点是第二点，真的越修越进来，哇，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就会不是看到什么，只要放下什么。所以参禅不是要得到什么，是要放下什么啊，很重要的、啊，因为法在你的心里，对不对？还有第四，自我离相，离心内化，就是你要离相，哪怕你对内在什么体会了，那也不可能啊，就是一件事情的始末。不要迷失在那个相，这样你才能看得更清楚，这样你才知道从哪里去处理它。你有智慧，你有般若智慧，处事就会很自在；你有慈悲，你就会感觉人就是充满温暖，对不对？对不对？在有无余地啊，这是体寒，才会能容易有余处啊。所以要吃一些调身的啊，这个吃素，体比较寒，能过敏。这养生这几天应该也有，或是你们网络上都有，都找得到。但是有的资讯参考参考啊，你要再去自己研究啊。好，那么我们看如何。刚才说修心，那么讲了四点，我们如何来修行呢？来，我们看下一个图片。这个正念法是我写的，过去我们也看过佛经里面说你要觉知什么觉知什么，这个很重要，正念。像一行禅师，他都要提倡正念，正念，觉察，知道你当下，就是你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跟你在听，你感觉的，我在讲什么？我们今天讲什么事？你清楚，你觉察知道，然后不为计较，就是，特别是你呢，不为计较，不管是好的，好的。不可得啊，我们不要得意忘形，欢喜，不要得意忘形，欢喜的心，它会时过境迁，随着时间的过往，它会变化的。啊，不好的，你更不能随它转，你能够不转，这个就是如来，你心能转境即如来啊，各位，你要相信，所以你要成为如来佛啊，不难的，问题是我们的念都是这样子。所以一念觉就是一念佛，念念觉，念念佛啊，不为境转，不要境转。什么叫不为境转？你能够认清，哇，咱们两个更水啊，是普洱茶，啊，你们都要喝普洱，喝普洱的举手，啊，不多啊。你看啊，我在喝的时候知道是果子啊，那么也不会因为它好喝，那你就来再给我一杯，是因为你身体需要果子，这个话不错。我们到乡里面啊，中午有没有休息？中午有没有休息？没休息嘛，不然你结束后看你有没有茶杯，就可以跟大家喝。我回去喝一杯茶，当然这个好茶要有好水啊，同样。这个人好，我的好心，对不对？那从茶就可以谈很多，所以我喜欢在禅修的时候，下午或早上吃茶时间，真的，因为你的动作就很多可以去分析啊。好，那么在讲到呼吸出的时候，都你在呼吸，平常我们都没有注意，没有留神，不在呼吸，对不对？没有注意在呼吸，对不对？那么当你有一天呢？不塞住了，对吗？就用嘴巴，啊，我就要比较，然后用嘴巴，我是用嘴巴呼吸吧，啊，那你，是的，是开玩笑，开始了，对，啊，那有时候当我们塞住的时候，玩的就很辛苦啊，或是你过敏，或是冬天，特别是很寒的时候，所以你要从体内去。因为现在在过敏，像之前是新闻有报，那个什么什么要佩戴口罩。
对自己要是求多很难啊，因为外在的环境也没办法去改变太多啊。不过呢，在家里面用空气清新机啊，或用什么方式窗户适当的挡住一下啊，就让它空气，还是让很多保留啊。好，呼吸出的时候，你心中觉察知道，各位为什么在吃饭呢？太无聊了吧？管呼吸做什么？呼吸就让自然的走啊，像天空自然的走就好啦。各位，佛陀要我们凡夫注意呼吸，就知道我们众生的心态是怎样。你透过观察到你的呼吸，你看你能够观察到你的呼吸，那你是不是也慢慢能够观察到你的念头呢？对不对？各位，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的呼吸一定是很粗的。好，所以在坐禅里面，风喘气息，习相是最适合坐禅。所以你要觉察知道，呼吸入的时候，你也知道呼吸正在吸气哦，呼气吸气，呼吸呼，有没有？你坐禅都会教你这样子放松啊。念头升起来的时候，你心觉察知道，你前面升起的念头，很真好。像你在车里面，空间很大，有家豪宅，你可能有第一次来，因为我要来，你要来看我的人，不是要听你讲话的，就是要来看，对不对？你要看豪宅的美颜，现在是还是更受欢迎吗？要法，要精法啊，人会变的。有一天会老，会往生的。所以各位，我们如何去除佛法？你有智慧，生离死别。我里面也有一首，叫做《无常》。人生无常，再多浮华，再多磨难，总有限制。还有好几段，然后我们讲到依靠佛。他的每一首真的很好听，那个曲子是我做的，他是美国，是马来西亚黄伟杰，知道吗？他的 CD 都在工厂出，我常跟见到他，当然我也是被他广告了啊。做音乐其实不容易的啊，那他我这次完全给他做新的曲，只有一首是有参考以前的，全部都是他们做的，所以我这次唱的跟以前的舞调不一样的。很清晰，四十年前的，不过年长者也会喜欢，因为我们曾经年轻过。你要以前要好音响听，特别是如果你加一响，贝斯按下去，感觉又不一样；贝斯松开跟按下去，感觉又不一样。当然，我不是说心啊，我主要是要希望能够把那个我写的心得来跟大家分享。那你和那个词其实都是我佛法提供，那以后你离开那个佛经啊，或者怎么样啊？我现在可能没有过来，要等到四月以后，可以跟到你做交流。好，讲到哪里？好，呼吸啊，呼吸啊，自己的呼吸啊。念头升起的时候，你觉察知道。这是善念之恩，不能讲念头消失的时候你知道。前面就在讲你的念头，那后面在讲你的念头如果有执着升起的时候，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你们刚才在抄，这是最重要的，这是实际的方法，你就这样去觉察，肯定你会越来越渐入佳境，会越靠近你想要的答案。那么答案是什么？我告诉你，就如你吃的东西，让你吃的饱是什么感觉？当然，我们吃很多东西，每次反正不同的东西，吃饱的感觉只有一种。当你饿的时候，感觉是这样；饱的时候感觉这样，那是我自己。但是告诉你，那过程饿跟吃的过程啊，相对感受。执着升起，心觉察知道执着。你让执着升起，你就会很苦，又是难免热恋，
一方呢，如果我分手的话，或是又喜欢上另外一个的话，那是很辛苦的啊。你们只从产业，天天都在想，是吧？那么这只是一个举例，那么生活中每一个人喜爱的东西有什么？那我喜欢喝苦的，我喜欢喝这个，我喜欢用金元币三，那我比较喜欢金元质感的，我喜欢用这个。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所以车开慢，哇，整个世界就是这样子，每天在运作，千变万化，都是这样子。抉择，迷者，都这样子。所以人心，所以心能够为我们做的，只有靠自己多。我们今天来的，我们今天就是在研究这个心，心无形无相，我的心在哪？你现在在这，心就在这里面。你心中有佛，你心中有佛，你就会向往佛慈悲智慧，你的心就有动，动你在学习慈悲智慧。啊，了解吗？执着消失的心觉察之道消失了，这个各位，因为无常在变，所以你要注意你的念头，它有执着没执着，它生有生起没生起，那你要注意，你才会发现它是真的是在生灭生灭，是佛陀发现的真理，它是生灭法，那个生灭法就是咱们的生灭心所引发的。佛陀是看到不生不灭，所以《心经》什么？是诸法空相，《心经》有没有？照见五蕴皆空。哇，又唱《心经》，有没有？照见五蕴皆空，真的能够度一切，一切苦都在哪里？并不是在心，就是你的心。万在的苦都是人心引发的，众生受苦。弱肉强食啊！我们在人道上，所以没有灾祸，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成这样子。所以别人有时候帮不上他，我自己也都照顾不了啊。所以我们先把自己照顾好，很重要。我们需要好好睡啊！等一下回去，车子慢慢的开，如果在附近慢慢的走，不要踩到东西，啾。我们可能有看到没有？在看清观照啊，时时观照觉察，甚至就是这样子。你说佛法什么？就是这样，觉照、觉察、正念啊。一般说正念讲四念处，那你有离开了观照，你身体的气就不会过分执着身体，你一定怎么洗怎么洗，然后对方应该洗，再怎么洗，那皮刷伤了过来啊。心最要紧，身体不是不要清洁，要清洁，是放在不一样，重点在心。所以各位想想，我们每天是花多少时间在照顾这个身，却没有照顾心。所以我们可以花很多钱去买一些很多自己喜欢想吃的东西，那把自己身体吃的也不是那么健康，但是还是很喜欢，因为太多。人类喜欢吃的偏强，是吧？有兴趣。那我们究竟有没有关心我们的心呢？你有关心的心，你就应该多去请供佛书啦，常常的听经闻法啦，常常的回来不是找我们法师聊天啦，啊，谈啊，那叫聊天闲聊搭讪，不是叫法谈谈法啊。所以多点。你的用，你的心就越来越专业，它的气质也会更高。再吧，不专业。我们师兄师姐，我们一公五上每个人都慈眉善目，这个都是你看脾气较好，最后都能不用挖掉眼睛，不要表达。那就不用特别专业的人。气息加到两百多克。好，我们再来看我们后面的，各位还有，结束。
内心你看能够觉察到你的执着升起消失啊，原来它在生灭，所以没有一个常，没有一个常在。就如我们一直说，我们生命不死不老，不可能。各位，如果你了解佛法，那生命还会不会老？会死，一样会死，会老。但是你比没有认识真实生命的人，你就不会执着，不会放不下，你会很坦然接受花开花，就如你在看到花开花谢一样。如果把花开花谢比作你的生命，看待你的生命，你那么清晰的能看到花开花谢，这种是生死将近原因，它是自然在更新，我们的灵性也觉得，那是修行的时候啊，不太有办法，是多的原因啊。多的时间干脆多放几首。好，其实也不用另外讲很多了，你们只要听懂，听这里，你们跟我互联就可以回家了啊，去华师呢啊，然后出去。老婆在家里等你啊，就在家里等你啊。好，再是什么？内心烦恼，心觉知，觉察知道。你现在内心开始烦恼的时候，就是刚才跟爱人分手了，开始烦恼。唉，过去老婆不知道这个分手的烦恼，因为不知道在一起，所以没有这个烦恼。现在分手知道烦恼，因为从分手的开始啊。但是这个烦恼也是一时的存在，你的心可以放在一种叫让你欢喜。所以人生其实有很多面向可以去调试你的心。当然一开始你会问问题，你可以找到你的兴趣啊。内心没有烦恼，当你能够调整过了，跨过那个门槛，跨过那个烦恼的烦恼，你内心就有了，你清楚了，你没有病啊。当然烦恼说病是病，也不是病，你太执着了，不是很正常，让你的身心一直很焦虑，睡不好，吃不好，那就是真的就是烦恼病啊。所以内心没有烦恼，你知道，你调制好，内心波动的时候，你心中觉察知道，叫水波动。内心寂静，各位修行，常常保持一颗平静的心，很平静，所以平心稳定。我要跟大家报告，我大概马来西亚是四月，应该是这样，它叫零售之后怎么样？我台湾大概是在七八月会有两张念佛的 CD， 一张是就是南无阿弥陀佛，那是要念掉的。你们再听过一点点没有？南无释迦菩萨。我唱南无阿弥陀佛太慢了，我唱几句，你跟着一起听看。
一定要叫做慈心念佛，慈悲的慈，慈念佛，自由愿。那这一章大概有3-4章，那么从战佛记，然后再就60佛啊，然后就40佛啊，三归五相，就是代表下至小念。那你知道了啊，就是佛化三昧是因为他发心啊，在7-8月。好，内心寂静，你觉得知道无常、无空、无我法，觉知不住，同样是如此。就是我要讲的无常啊，无常就是没办法常常这样子啊，生命没办法常常青春美丽，生命没办法健康。有一天，他就会，我们每天看到的有人车祸啦，有人怎么样，甚至我们的生命，一般人的生命大概有80到100，对不对？那有一些生命像飞虫这些啊，蛾类啊，就是早上出生的时候就走下去。对，因为我们每次去观察我们的心，体会不深，观察的话周遍十方。各位如果你，因为你智慧没到那里，如果让你看到很多很多的苦恼，对不对？所以我们当我们呢在舒适的环境。当有饮食吃得很好，那么当你身体照顾得很好，做什么？我用来服务，那你就更好，就可以觉得很有意义。好，所以当你有冷气吹的时候，你要想到没有冷气吹的时候怎么办？当你有水喝，没有缺水，你要想到有人没有水喝，这样你的心呢就会不会得意忘形，很重要的啊。觉知不住，就是不要执着了，同样是这样子。那这样来精进，如是精进勤修行，这个就是念佛解脱，我就改成修行啊，修行。你这样的修，肯定你的精神越来越集中，那么你在读经，你的专注力也会越来越够。各位，因为你忙每天啊，我怎样来利用？这很重要，就我姐她办法提供西嘛，她做塑胶膜什么的，橡胶的，那忙了一天的，要到坐在椅子上，那你这么说，哇，很舒服。然后就听到有直接的声音，很舒服。不要紧，给自己掌声。各位博主这么庄严。对我们一下是修来的，没那么容易。那经过3、8、6、7期间啊，所以听到人家声音好，不要把限制，你要多说赞美的话啊。那么庄严的点也是，你要能够持戒啊。好，不伤害众生啊，持戒修定啊，修智慧。如果你有一个庄严的身体，很好看的时候，有一个念。但是你的内心里面知道，那也是虚而其表而已，对不对？甚至你长得怎么样，但是你的心却很好，你处处为别人着想，哇，那是多么好的事情！善心是很重要的，就你在修心。你可能，当一个很老实的，不要因为要去追求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不择手段，我们就很实在。每个人都有自己与生俱来的一种特性，还有我们从小到大，每个家庭父母亲给我们的教育，因为你遇到的师长，还有你周围的人，或是你亲近的社会，给我们很多的学习。每个人都不同，像佛光山大师，是不是给我们很多的学习，多方面，我觉得我们都很珍惜的。不过我很多活动，我们不要烦，因为你的活动都是基于不同根系的，有的人需要，有的人不需要。你不需要，你不要为那个有需要的烦恼嘛，你就是取你所需，对不对？过去不是那个什么《白经》里面说，有人说可能那么喝水，在这个墙壁中呢，泉水流出来，喝，喝够了。他就说：“你不要你水不要再冒出来，我都饱了，不要再出来，不要再流出来了。”旁边人就说：“你这个人真是的，那你就离开这把门就够了。”
短的时间。对，有的是流放不下，对，所以你要把自己照顾好。当然，如果你能真做帮助别人，不要紧。就是你要多发挥，你懂得音乐就好，发挥你的音乐才能赚钱。这句你当然，我们家人反对父母，反对你好多沟通，因为这样子很多关系，特别是我们的信仰佛教，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这一辈子好好的佛法的一种各种不同的方便来呢，这个生活啊，来应接，哇，这个解都上面。所以佛馆啊，佛光山应该很多义工菩萨，那我们的师兄师姐，那是佛光会的会员的旗袍，啊，等一下应该是要站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像空姐这么的庄严的。我们穿的很基础啊，要配合那个什么高跟鞋，我这里看看，好。再来是什么？助心呢？啊，这里有很多字，我想不太多字，没太多分钟在看。现在网络上也很多文章，甚至因为你要听法师在讲，其实网络上也有，甚至很多戏嘛，都在戏里。但是我觉得在佛的文章互动是很直接的，在家里你可以在家里可能一边看一边忙东忙西，可能看两分钟。忙其他的，再过一分钟就跑去忙什么事情，那你更不用专心看。你在这里，各位能够帮助你出不去的，等一下就会开吗？最好是能够开启我们内心的宝藏，你就发现我们内在很多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如何安住心呢？就是安住心，人生忙忙碌碌，总是为了求得一个身心安住的地方，都没有坐椅子，就暂时让你坐下，心一下，在那里有心，靠一下。我们要感谢这个四种工商研究这个椅子。那这个椅子看起来比较像，为他穿上一件衣服嘛，套子就是衣服，你看都不一样的，对不对？请客也好看嘛，对不对？举出了八点，这是我们大师啊，他过去曾经呢讲过的，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安住在慈悲喜舍上。各位能听到空啊、我啦、无常啊，都很害怕。到底我心要安住什么？如果你说安住在慈悲喜舍，你看就是两个观音嘛，就是阿弥陀的左的左右胁侍嘛，帮助的啊。协助那个阿弥陀佛啊！观音说：“常乐柔和忍辱法，安住慈悲喜舍中，世间佛果难成，十缘众生缘缘求求都找不到安住之处。假如我们无时无刻身心都不离柔和忍辱，不离慈悲喜舍，那不就能得到很大的快乐吗？”各位，你说修行慈悲喜舍这一点。就有多的时间修很久很久，今生修，来生修，生生世世都修。第二，安住在发心里面。我刚刚这个白话就是我们大师啊，他们所解说的好。怎么发心里面？我们可以每日常常发心，不时的发心，不时的立愿，就是随时发心立愿，那么增加我们。就是我们师兄师姐，你看来我们倒一杯茶也好。那么，活动一个活动，今天你看有他们的服务帮忙接待你们，他们就是发愿啊，结缘啊。你们现在看到，我看过你们，你可能改天在外面看到他，我看过你们，你忘了吗？我在这个折扇寺服务过你们，就是这样子。相互必是有缘啊，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结善缘，未来就。好一点，所以大师给我们的善缘好运，也就是各位善缘好运，善缘好运啊，好运到了啊，善缘好运到了。发心立愿，
意愿能够确立我们目标，例如说你要考上哪一所学校，如果要当医生要当什么啊？过去的圣贤诸佛菩萨没有人不发心意愿，发心越大，意愿越坚固，成就必然是越大越多。那么反过来说，你的心能够包容越大，哎，你的成就就很大很大。你能够包容一个人，那你呀、啊，只有怎么样？只有能够你的慈悲心只能够包容一个人。那么，如果你能够包容100个、1000个，哇，你的慈悲心就越来越深，越来越大了，就大慈大悲了。小方发心意愿，过去的正的阿罗汉的一对他的师父一正的阿罗汉，那么他的这个徒弟啊，小沙弥呢，他就怎么跟他师父师父在弘法？有一天呢，他师父啊就带着小沙弥在走路，那么小沙弥呢就背着包袱身带啊，在师父后面，哎，走啊走啊，小沙弥啊就。升起的念头，哎呀，因为他想听他的师父在讲这个学佛啊，要能够向菩萨学习啊，要发心意愿，向菩萨六度啊，放各种啊。你沙弥也是念头，将来我一定发心向佛，要化度众生。哎，他的师父啊，因为是阿罗汉嘛，有他心中没知道他的这个徒弟小沙弥在想什么，哇，他觉得很了不起啊。那这个原本走在前面，这个小沙弥呢，这个走在后面，他就来，那个包包放我来，那你走前面。他知道小沙弥发心就是敬畏他，惭愧自己，哎呀，我其实也没花那么大的大的愿心啊，赶快把小沙弥包拿过来，自己就背在肩上，然后就请小沙弥走前面。但是。哎，小沙弥走前面的，他很搞不清楚，因为他还不知道师父已经有他心包了。他就照师父，他不明就里了，不明白究竟原因。哎，就照师父这么说。当小沙弥走到前面一段时间，哇，走一走，哎，其中又改变念头，所以心有生住意念。你刚才生前那个愿心，走一段时间，他又退缩了，就在入水道心。所以怎么样，一个人呢？说做一件事情，那一点你有3分钟的热度啊，这样就人生的一事无成啊。那当了沙弥，小沙弥呢，他又升起了退缩的心，他说呢，我要发心弘法度众，可是弘法那么辛苦，那么吃力啊，众生又这么的多，难度，哎呀，算了吧，我还是做个小圣的小圣人吧，自己求解脱。哎，当他起这样的心，师父就知道了。走开，帮我拿过去，走到后面去。啊，走走走。所以大乘小乘，其实佛法都因根基而说，也不用这样因根基而说，也不用在上面起根基啊。就如同小孩子，他能够拿多少重量的东西，就拿多少；大人能够背多少，就背多少。对，像在佛光山要跟他报告，你有多少能力？就服务多少工作，我们的佛光会的师兄师姐，你们也是一样，因为来自不同的每个家庭的环境，还有学习的一种程度。因为你这样，你不要比较，不要计较，这样才会生活的自在。啊，不要羡慕别人，每个人好好做，诸法平等，有高下。你只要静静期待做功德，都是平等啊。好。再来第三是什么？安住在般若智慧，为人不能愚痴执着，生活在愚痴执着中，懵懵懂懂，难有成就。如果我们能够把身心安住在般若智慧上，时时用般若观照，用智慧处事，自然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我就讲一个，有样一个师徒哦。他们修行境界都很高，常常在坐禅。有一天，他的徒弟啊，很奇怪，他在禅院里面，他就看到他的前面有一只蜘蛛，大概在70人的地方。
有些同学他知道对你刚才的觉察自尊出现其中是让自尊出现诶第二天诶自尊又出现他也知道你一会越靠近而且越到再来哇越近嘴巴张大就要把它撕掉看看害怕那他们就试着持咒啊或是什么慈悲观啊功德诵经功德回向给他好像都不见成效他都不理他后来他们哇这就变越近嘴巴张大就要把它撕掉他就动一个不可念头你再出现明天你就知道我会更怎么样他就动法念头不要伤害他啊、他干嘛就想到他师父我想我还是去问问师父看师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上上之策来解决问题就是多问几个比较好这样情况才会有错误那昨天就去跟他师父报告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师父说你要怎么办我明天出现你要怎么办他说呢我一想明天他出现我就把他做他是说你不要冲动告诉你我告诉你教你方法你呢当蜘蛛在出现的时候就是大大的蜘蛛大大的蜘蛛了你拿个笔也是毛笔在那个肚子上画了一个十字你再做看看会怎么样你先做好他的徒弟听师父师父在听说你隔天到在定中他师父出现哇看我进嘴巴张很大要麻吃了他就用毛给肚子忽然的十字画过之后过不久就师父就消失了我就报告一次告诉你要消失可能是幻境人境或是什么境吗我不知道要进不要害怕因为佛祖佛光普照蜘蛛消失了他就把这个小消息去跟他师父讲师父好你现在把你的布网解开他看你的肚子有什么东西原来是他自己画了一个十字在他肚子上看他画下来那我说如果他今天杀了杀了自己啊我就不知道了就是所以做禅也是要注意的所以佛来佛禅佛来佛禅我们要有正知正见要有观照力觉察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即妄境一切有如幻如梦幻泡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些是我们定法上在说的照见你的监控照见你的监控但是我现在是希望有没有人常常在听我们听到几十年了他在他的作用就叫禅定智慧各位如果你们对禅修有兴趣应该都深入那个都是我定的上他深入他的体会他实际实修实修那么这个大陆也出版了好讲到这个话然后第五安住在纪念礼拜上假如是出家僧侣你当应该做早晚课或是在疗程做禅那如果是在信徒家不是信徒如果是我们信众每天可以在家里的早晚花个15分钟礼拜佛菩萨圣贤十二拜各位15分早晚拜斋意思就是说不要拜太快啊，那么15分也是一个大概一个什么比例的数字啦。你也不要真的是用马来的15分15分，那你的分期在那算什么？也不需要啦啊，不要为了拜而拜了，而为了时间而合去算时间的分期。拜主要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平静下来，平静下来，平静下来，催眠下来。收啊，那你也可以花半个小时呢，24拜，15分自己拜，12拜，
那办公会在怎么样？这家一份就份失败。那么在一半的时候，每半一半，你可以自由念佛五声或十声，念佛五遍或十遍。不要紧，各位，这个解说你都可以去网络上，我这个是麻票拿出来的啊，你可以去听。你只要输一哪一点钟整个出现在你面前啊。那久而久之，你身边这样苦的清净，重点在这里，心平气静。像有时候心很脏，脏一点，其实太像被很多事情困扰着，你也很执着，你也放不下，所以通过拜佛，你心静下来，好像一个脸盆哦，装水，你一直不懂道理，心很执着，一直放不下，我懂。那么你到底怎么成功？这个盆有水。放在那里不要动，它是会平静下来的。平静下来，平静下来，真好，好像你根本没有风，没有风，你痛苦不变的心情，很静很静，那你身体很轻轻的啊，你这样子你再来看看自己身体就不一样。好，明白。安住在淡泊谦卑，刚才讲很多了。如果我们与世间金钱名利接触，就会很多的妄想。哎，所以，生活能够简单淡泊，我想，与人交往谦卑爱之，那么人的道德形象自然会提升啊。时间不多，所以我跳过去了。那么讲到。有一个故事来讲一下，大家听着啊。淡泊谦卑啊，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位弟子叫做达毗王子，他有一次啊，就跟比丘们一起在树下森林里面的修道坐禅，忽然间就大叫：“快乐啊，快乐，快乐！”正巧佛陀就刚好从那边经过。我们定的上头在讲乐功气功的人，就问什么人很快乐啊？什么事情快乐啊？为什么在很快乐啊？答题王子就回答说：“哎呀，我过去还没有出家，在皇宫里面有很多的护卫保护我。那为什么保护？是因为害怕有人陷害我、刺杀我、其实那在皇宫里面，我虽然吃得很好，睡得很好。”但是食不知味，也睡不甜，心里面在家嘛，心在担心嘛。那所以你在吃，心没有在这个味道上去享受，去体会，当然吃不出味。或者是你身体生病了，肠胃不好，你胃口不好，你怎么吃？在釜山，不是山，是山在海味，就是你很美的饮食在前面了。当然吃素的会挑战很多，就是你再怎么美，上等的饮食在前面，哎，你觉得有胃口，特别是你吃饱了，你再好的东西也吃不下去。那马蹄王子就说，他在皇宫里面的确啊，要吃什么有什么，要用什么有什么，要能保护都有，但是他感觉啊，实在是没有什么意思。因为生活的不自在，但是现在我出家了，在森林里面修行了，哎呀，解脱了束缚，我什么也不要，连脱功得道清斋佛功事情特别重要，感受一下。看。幸福安乐，那回去要请多喝水。我今天才听我们就是有方法讲说啊，就是有医学早上什么起床空腹喝500cc 的温开水。不过如果你能够有喝成年或加点生奶比较好一点，没错，会方便精神开心。那么下午3点再喝一些，晚上9点再喝一些，养生啊。这样说啊，都说我们的身体的循环到那个时候，
好，所以因为大觉王子出家，所以他感受到很清净自在，所以就不觉得，不自觉的心中感受快乐，那是一种自然的快乐，不是别人拿多少钱给他，你怎么样，我都是过去，我拿块钱给他，你自己很快乐，不是有一个人这样做啊。所以现在的故事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他的佛有太多了，那么橱柜里面的沙盒好多种，不知道从哪一件。打开哇，都穿过了哦！今天又是到什么来了？对，穿过了，穿哪件？很清楚，就这一件啊，最好啊。好，第七，安住在放下自在。一个人身上背负太多东西，哎呀，真的是很辛苦，好像石头扛在身上。我们放下，能够轻松自在。如果心中呢，能够放下这重担，那我们人生怎么能自在？所以放下自在啊，后面都在什么？安住在学习满足，对知足，刚才也讲了很多啊。那么大师说，人生痛苦呢，都是因为不满足，不满足所以会很苦。有了房子想要汽车，有了汽车想要金银珠宝。那么有了金银珠宝，想要权势名位，总之人就是贪得无厌，永远不满足，所以有很痛苦。如果房子大小够住就能满足，每日三餐能够温饱，哎也能满足，是吧？我每个水喝多好，不要吃太多，才会痛得重啊。满足就是富贵，满足就能安住，可以变得满足。以上八事，任何一事都可以让我们身心安住，只要身心能安住，身体必吉祥。我们在这吉祥阿弥陀也可以啊。再来什么五个经呢？对，我呢引用慈航菩萨开示的重要，奉劝一切众生时时反省回向，这个白话文啊，让我们反省自己啊，每日。动念行为检点功过有多少，功跟过到底多少？今天已经过了，对不对？我生命又过了一天了，我有没有意义到的人？自己心里有没有更清净的啊？自己只要自觉心安，东西南北都好。你看，你心中乱乱，东西南北都自在啊。反过来说了啊，如果一人贵度，一切都是一堂，就找菩萨道，对不对？法性本来空寂的，有诸法的体系呢，没有自性，那是空体系。虽然是这样子，但是因果丝毫不少。怎么说？我们现前不就是吗？对不对？这是好的。所以我们生老病死都是一成熟，但是如果你有佛法，就很自在，你就会觉得是自然在更替。换了一生，你来生会更好。所以我们现在师父讲。再强调说什么老病死生，穿那个叫生老病死。那我们大师只是把那个生呢放在后面，老病死哎还是生，不要感觉死就没了啊。自作还是自受，什么眼睛不对，所以眼睛不舒服啊，胃不舒服啊，肠胃不舒服，可能就暴食吃得太快太紧张啊。据说呢，吃饭不好的吃饭，不要又在那边刷一下脸怎么样哦？那个事情啊，空花水月道场，处处是健康。你看健康了，希望大家结善缘啊，共同结善缘啊，自度度他呀，成长。他说念佛啊，结语就是我结过四次，分享各位以感恩心生活。感恩父母，感恩众生，感恩国家，感恩三宝，回报父母，感谢父母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生命，感谢众生，四方三给我们有我们生命所需，感谢国家能够让我们能够工作啊，国防啊，感谢国法三宝让我们有姻缘，让我知道我跟国土。我跟众生，我跟父母的因缘是什么？重要的，就你有感觉，要报恩。
所以不要讲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如果你要好好睡着，你就能一笑佛菩萨、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就能第一度众生。我看到那个地藏经啊，地藏菩萨到了那个第一度众生，然后度完度出来之后，他又招一边进去，那菩萨又进去，又把救出来，然后又招一个进去，菩萨再重度这样子啊，很了不起。真的对，地藏菩萨按100个赞。还有怎么样？分享给你们，分享给你们。怎么办？你感觉是什么？这很重要的。没关系，只要你前面如果忘掉了，不要紧，后面这是记住也是一样的哈。以慈悲心待人，我每天都遇到你。各位，你起床第一件事情，要对你慈悲，说来说啊，我们的机构才会来多给你啊，记得怎么样？都是去领发财，或者付出一些什么什么，让未来变得那些什么一点啊？你慈悲对待自己，让自己有一点清晰的一天嘛，对不对？那你就会用很好的心情去看待。你就以前的观世音菩萨，你虽然不是真正的菩萨，你至少出发心菩萨。给人慈悲啊，啊，多做心的啊，那四个给就是第一个叫慈悲嘛，给人信心，让你希望他做，慈悲重要的，我把根本在慈悲了。第三，以无常心修道，各位，我们修道心肠会退却，会松懈，会懈怠，不要忘记，不要被时间麻痹无常，时间是时间无常是。虽然时间就是生命，但是无常随时会来，所以以无常心，你有无常心，你就不会忘记了修道。所以我说以无常心修道。第四，以菩提心度生。我们师兄师姐大家每天都可以发菩提心，就是你想要未来想要开发你的佛，想要成佛，那你去度众生，用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菩提心全都是阿弥陀佛三宝三菩提心，不然都请搜寻佛光大师。好，欧阳过生的三个东西啊，好了，来继续放一下。希望听完之后，大家都能够像我写的这一种心意。本来无事有心生。
心居住，犹如文殊宝智慧，万法不离自心现，人人善修佛功德，众生佛心居住，犹如文殊宝智慧，万法不离自心现，人人善修。年华逝去，在我们的青春里面，我们的年龄啊，过去的就不会再回来。就像呢，花开，花开我们逐渐的枯萎，然后我们不要叹感叹光阴无常的到来，我们的菩提之心常清净佛性啊，它是不够，这个现象也为主。它本来是奇迹啊，在世间由来波幽谷，世间常常就是从古至今常常就是很多的诱惑，因为不明白苦的实相、苦的原因。那么你能够无执，不要执着理想，心就能够自在。苦是因为你执着，你的执着相，不明白相的执着啊，那么相。你看，你能够无执离相，心都自在，哎，你就发现你本来没有事，是由心生的，对不对？对吧？有时候跟批驳比如啊，有时候我先讲一下，有时候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状况，本来是很奇怪，突然就心脏就一直放不下，然后就塞起起来，那么事后你会发现好像蛮奇怪的，自己本来心就很平静，一下子就这样子，也就无中生有。世间因果善恶法，我们看到世间的因果善恶法，就是因为众生行为造作，它所暂时产生一种现象的原因。无人，我们自信有圣光、有圣洁光、圣人的一种智慧光。胜过有为心造作，我们的苦是因为有为的心去造作有为有限有量的烦恼，那个烦恼是无知缘起的我，那个烦恼是因为我们用有为的心、懒惰的心，不明白因缘法而造作。好，再来，众生佛性本来具足，犹如文殊宝智慧，就像文殊智慧。万法不离自信心，宇宙千万法都没有离开自信所想象，不然谁来看？就是我们自己来看。所以何其自信人生万法，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不生，何其自信怎样？如何如何啊？人人善修，万法不离自信所想。那么既然是这样，人人要善修佛功德，都有什么功德？有三明六功，有智德，有三德，有三德。所以，甚至佛有十种名号，就是在讲佛，他又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个赞美佛的一种亲近，用什么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佛，他是有什么样的功德？好，好了。
今天这样可以吗？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都有个佛性，那我觉得我们这个佛性其实它是可以开发的，它是可以启发本来就有的，不用是如何，但它本身具体的很不动的、很不生灭的、人生万法的。我刚刚第五堂课我堂课来不及赶快。在这个咱个氛围内底，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一个足自信、很自信的、很有自信、信用的信的一个自信信啊，自信、自信的自信。因为我觉得你们觉得你们这一个礼拜来，你们觉得很幸福的人，我不要讲了，我说你们幸福。妈，你们要讲什么？圆满，来，圆满就是美满。你们幸福吗？圆满。大五娘，那我们在这里再跟大家做一个补充报告哈，你可以上他的这个起步这个 CD 啊，因为很抢手，所以目前是缺货。那你们若需要的话呢？到日本那边去登记，那礼拜一应该就会寄来，礼拜二才有办法给你们。可是，若是你们登记的慢，可能就要礼拜二才可以，礼拜三才有办法给你们。哦，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我跟他接，你们如果听了好听，真的需要才买，不要浪费。那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们在明天早上9点开始呢，我们这个良好法会亲你报恩啊，良好法会呢就要开始。若是你们觉得哎，在这里可以探讨自己，可以关照自己，你可以找回自己，请你明天一起来跟我们一起啊来参加这个良好早餐。不管你们有没有参加功德，都欢迎你们大家一起回来，好不好？麻烦给我放一个信，谢谢，谢谢，谢谢。